范柔台北报道。那国民党例行的中常会呢，昨天重点是由立法院副院长曾永权报告他们这一次的访美成果。结果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行程太满，加上时差，曾永权的发言频频突贼，不仅是团员的名字、战机的机型通通喊错，就连我们的邦交国图瓦鲁，他竟然说成了是吐鲁番，而且呢，还有就是呢，参选人钱威君，他也喊了好几次的不同的名字，就是叫不出来。口误的还有谁呢？就是金普聪，他也把人家团长曾永权叫成了副团长了耶，是不是自己主将当惯了呢？国民党干部公职排排坐，台湾加油站访美团出席中常会，回台报战功。这个厂是被外界称为铁联团，甚至有人说是超联团，超着大家昏头转向。真的晕了，12天从美东到美西，加上时差，让团长累的右眼只睁一半，打起精神还是要说话。包括吐鲁番、吐鲁番、吐鲁番，邦交国图瓦鲁讲成了吐鲁番，连天天在身边的团员姓名不是喊错就是卡卡。这个立法委参选的苏俊斌、江启臣、钱维军。陈立军，还有战机型号，咱们曾团长也有独特念法。高性能战斗机 ，F-16AB 升格案，或者是 AB-16的 CD 版。口误好像会传染，发言出错的还有他。看到我们这个曾副团长，他只要一上台就有巨星的架势。金小刀主将当惯了，把团长喊成了副团长，贴心的他赶紧美言几句。谢谢这个团长的这个领队啊，这个笑话也很多啊，这个非常幽默。三立新闻黄宝彤、黄昭伟台北报道。五位新